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11月30号，台北捷运松山新田线松江南京站雄冈南京8:15出发的是。有新店。还有新店的西山区行智山系列304303编组。刚才是我们刚刚的时间关闭车门。8:15。关闭车门。香港训练的 C37 型直升系列3:03:03，然后3244哦，在松江南京站速率咯，再次就那麻烦我要在那边那几个哦，8:06了，拜拜。若下面的网站你们多多给我们带去网站，再次再见。